等你回到天界祭祭一切，还会在意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吗？师父，这是送给小翔的吗？嗯，你刚才的回答，为师都听到了，为师准了。师父的意思是？ 愿意让小翔一直陪着你了。以后行事啊，不可以这么莽撞啊。万一师父不在你身边，更要谨言慎行，好好的自己照顾自己。师父不是答应过小翔，要一直跟小翔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还会不在小翔身边啊？师父是说万一，万一师父……不会的，小翔会一直陪着师父的。 我们一直在一起。那你答应为师，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不管发生任何事。嗯。无怨无悔，拼尽全力的无畏多珍贵，用心体会。 时间会证明选择。师父不想让你知道有关玲珑心的一切。希望你能替为师好好活着。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？绝不放手，我也不会痛。有你陪我痛，又算什么？穿越时间。 师父的心跳得也好快，难道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吗？